我听说这是女朋友难以拒绝的鱿鱼酿虾，先将鱿鱼切成圈，加入葱段、料酒，下锅焯熟去腥，虾仁剁成虾泥，一勺盐，一勺黑胡椒，一勺淀粉，加点玉米，口感和味道会更好。再把虾泥填到鱿鱼圈里，配方在屏幕上了，因为加入可乐的关系，所以不用再加糖了。锅里少油下锅煎，煎到虾肉变色，然后再淋上料汁，把中间的虾肉给焖熟。内是豆腐打底，倒入热豆奶，随便找个瓶子倒入淡奶油，舀上520克，铺在豆奶的表面上，放上汤圆，撒上黄豆粉。鱿鱼酿虾也焖好啦， Q 弹有嚼劲的鱿鱼包裹着鲜嫩的虾滑，有条件的可以试试一口焖，超满足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